感觉怎么样？好多了，我怎么睡着了？那个魔人呢？果然如你所说，神殿里面有他们的窝点。不过我赶到的时候，只有几个魔人，他们的头不在。太可惜了，不然就可以一网打尽了。也不是全无所获，只是我们现在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。什么事啊？你看看，这是哪里？没想到这个树屋居然还在。再往上看。你说最重要的事，就是这个呀。我娘跟我说过，这世上有两件最值得我们仰望的事，一是头顶的灿烂星空，二是心中的所爱之人。如今我两样都有了。这难道不是最重要的事吗？看我干嘛？看星星。你比星星更好看。有流星。看见了。那你怎么不许愿？我听说，只有一个人死了，才会有一颗流星从空中划过。这颗流星已经这么难过了，还要让他帮我实现愿望，是不是太残忍了点？你这么说，好像是有点道理。你不是也一样没许愿吗？我的愿望太难了，他帮不了我。说来听听嘛。说不定我可以帮你啊！不说了，睡觉。我才刚睡醒，怎么可能睡得着？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啊？睡不着就数星星喽。雪鹰，你说星星睡不着的时候，会不会数人类啊？一个人，两个。星球，如果你真的睡不着了。我不介意帮忙的。不用了，我可以睡着的。你想什么呢？我是真的有东西想给你。轻声起，人如花，谁在远方声声牵挂？谁心事乱如麻？将故事酿进月华，掺杂思念一下，半生风沙，半生喧哗。跟你们说不要挤嘛！哎，静秋，你们怎么过来了？你不知道雪鹰现在多厉害，她都圣级了，都能带我们穿过虚界来黑凤崖，肯定小意思了。静秋，这是雪鹰哥哥让我帮他一起给你布置的。这一切都是你安排的。嗯，是，但是。他没有帮忙。黑凤崖的龙山令也是假的。那是我请思安帮的一个小忙。九九，你是不是生气了？我怎么会生气呢？
我高兴还来不及。雪英，谢谢你为我做的这一切。那你能答应我一件事情吗？什么事？你在哪儿找到的？之前在魔神会，我以为弄丢了。这一次你要保存好，保存好属于我们两个人的回忆。讲故事，酿尽月华，残杂思念雨下，半生风沙。这是我娘传给我的东西，只有雪鹰领主和夫人才可以戴上。我想分一半给你，你愿意？雪鹰，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？这意味着，从今往后，无论在哪里，你都是我东波雪鹰的女人，是雪鹰领主的夫人。我愿意。哦，好棒呀！活着一生皆任性。